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唐老鸭的气球造型。这个造型用的气球相对来说要多一点，但是做起来其实还是很简单的。我们先来做这个唐老鸭的头部。我们先把一根白色和一根橙色的260长条连接起来。连接好之后，我们先用这个白色长条来做这个唐老鸭的头部。它的头部是一个四炮结，每个炮结的长度大概是五指宽。我们这里先做第一个五指宽的长炮，然后我们叠过来做一个相同长的长炮，把两个长炮这样子交叉起来。接着我们来做第三个，做第三个的时候，我们要从前面的两个穿过去。穿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穿的时候我们手要把这个刚开始的两个掰开，然后这边慢慢推它，让它慢慢的滑过去，这样子。然后我们做第四个也是一样的，五指宽。做好第四个之后，我们把它一起固定到这个底部的位置。接着我们调整一下气球，然后我们把这个白色气球的气往后压，让这个剩下的气球从这个环炮中间，从这个炮结中间塞到这个顶部上面去。塞到顶部之后，我们留一个大概是两指宽的距离，两指宽的长炮，然后把多余的气球折掉，先给它打结，放到一边。这里我们也打结。现在的头部我们基本上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做它的嘴巴。它嘴巴我们先要做两个大概是三指宽的环炮，做两个。边做气边往后面压，这个大小尽量的要做均匀一点点。然后我们呢，先来做鸭子嘴巴的下半部分，做一个大概是10厘米的环套。然后嘴巴的上面部分我们给它留长一点，做一个大概是14厘米的环套，一样的方法全部绕到这个节点位置。做到这步之后，我们再调整一下气球。然后把它的嘴巴这样子捏到一起，往上面弯一下，要做一个弧形的效果，这样子感觉更生动一些。好，现在唐老鸭的头部跟嘴部就制作好了，下面我们来做它的身体。它的身体是一个天然色的260长条，我们先留一个五指宽的长度，做一个长炮。接着我们这里做两个大概2厘米的小圆炮，这里我们把它做成连接到一起之后做成耳结，我们需要把它做成。接下来我们这里要做4个五指宽的长炮，把它做成一个四炮结，这里还要做一个小圆炮做成耳结。接下来就是长炮连接到上面这个耳结上面。叠回来连接到下面的耳结上面。再来最后一个，一样的把它连接到上面的耳结上面。
最后步我们剩一个也是五指长的距离，然后把多余的气球折掉，这里我们先给它打一个结，然后我们调整一下气球的位置，把这上面的两个长炮把它卡到这个下面的四炮结的这个炮结的中间位置，把它慢慢塞进来，这样子这边这个往它对面的位置慢慢这样塞进来，塞的时候慢一点，把两边先掰开，好，它的身体位置做好了，下面我们来做它的手，用一些白色的200长条，先做两个大概是两厘米的小圆炮，然后把它连接到一起，这里做成耳结，接着我们留一个三指宽的长炮，再留一个大概是两指宽的长炮，把它一起固定到这个耳结上面来，做成一个这样的形状。现在我们可以把多余的白色气球折掉，我们这里一共需要做两个这样子的形状的手，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手固定到它的这个蓝色气球上面来，这边也是一样的方法，固定到这个耳朵上面，好，它现在的身体已经做好了，下面我们就是来做它的脚，它的脚我们先做它的脚趾，做三个大概是两厘，它的脚趾就是三个耳结，我们先来做两个两厘米的小圆炮，把它交叉起来，从中间分开做成耳结，然后我们再单独做一个两厘米的小圆炮，把它做成耳结，然后我们在中间留一个大概是40厘米的距离，折断，接着我们再做两个小圆炮做耳结，做它另外一边的脚趾头，好，接着我们把多余的气球折掉，然后我们把它脚这样子弯过来，对弯过来，再捏一下这里，让它有一个弧度，下面我们就是把它的脚跟身体还有头一起组装起来就可以了，刚才这里我们做了头部这个橙色气球，我们留一个大概是三指宽的距离，把它折断，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到这个身体上面的这个上面这两个耳结的这个位置，我们把它慢慢绕到这个上面去，绕的时候这个气球一定要这样转动啊，不然它气不要使劲的往里面塞，不然它就会容易破掉，绕好之后我们把这个多余的气球折掉，然后我们用一些白色的长条气球先把它连接到这个底部的肚子上面的这个耳朵上面，然后做一个小小的圆炮做成耳结，这里
然后我们把刚才做的这些这个角的角跟它用白色气球绕一圈，绕一圈，留一个合适的长度包裹起来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到刚才这两个耳结上面。固定好之后，我们把多余的气球折掉。来，我们调整一下气球的位置。把它多余的气球用剪刀剪一下。最后我们来跟它的头部围一下就可以了，先留一个，先用一件蓝色的气球留一个大概是2厘米的小圆泡，然后我们把它绕这个白色气球一圈的长度折断，折断之后跟这个小圆泡一起卡到一起，这边我们再留一个2厘米的小圆泡，把多余的气球折掉，打结。最后我们用剪刀把这些多余的球皮剪掉。好，现在一只唐老鸭的气球造型就制作好了。